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我只想要对你说。Hello， 大喜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潘潘。你喜欢猫吗？喜欢。猫咪比较干净，然后不用遛，然后再加上很可爱。网友分为猫系女友的该具备什么条件呢？比较温柔，比较会撒娇，还有长得比较卡哇伊。说出三个择偶条件：孝顺父母，有内涵，比较有个性。曾为喜欢的男生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？不会做的菜学着去做，然后为他去学一些他喜欢的做的事情，比如说什么游戏啊，然后学着去一起玩。分享一个你鲜少人知道的怪癖。鲜少人的话，会打呼噜，然后睡觉会磨牙。用三个词来形容你的新歌《想对你说》。有一点腻，然后听的时候会感觉有一些浪漫，然后有一些在恋爱的感觉。筹备新歌最难忘的一件事是？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，然后会一直磨合，然后这个过程比较难忘。我只想要对你说，我只想要对你说，想你整晚都睡不着，你在我身边多好，一分一秒都想和你拥抱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新歌《想对你说》。